Hello，大家好，我是 Zero Base One 的张浩。嗨，大家好，我是朱振廷。首先呢，祝贺刘天悦小朋友进入总决赛，也谢谢一直以来支持 Ollie 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他。你一直的努力，舞台都会给你最好的答案。无论结果如何，这些经历都是你人生中最宝贵的经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加油！和我一起为奥利加油助力。3月9日，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奥利的闪耀舞台吧！奥利，你一定可以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滴答成功月。哦，我是蒋金左。我是江柳。我是赵景阳。我是香蕉娱乐旗下女团 Mintex 的队长陈一慧。我是 Mintex 陈林玉。我是王海子。我是肖君妍。我是香蕉娱乐 Mintex 曾芷庆。和我一起为白子毅加油助力，祝白子毅成功进入亚洲超星团总决赛，祝你享受舞台不留遗憾。恭喜小白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拼搏，终于成功闯进了亚洲超星团总决赛，请大家和我一起为白子毅加油助力。和我一起为白子毅加油助力。听说白子毅进总决赛了，以前在公司一起训练的时候，他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大哥哥，对每个人都超级无敌照顾，而且他的业务能力 number one。 白子毅值得一切最好的，希望他在里面加油加油加油，让我们在组外面给他投票投票投票，大家一起动动小手指给白子毅投票吧。很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白子毅的加油和支持，为他助力。恭喜白老师终于走进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很开心有这么多人喜欢他支持他，他呢也终于被更多的人看见了。非常感谢一直以来你对小白白子毅的喜爱，为他助力，让他能够去到中国澳门的银河综艺馆参加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能够在这么大这么好的舞台上表演，然后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收获粉丝朋友对他的喜爱以及肯定。那我想小白此刻肯定是非常的激动和感恩的，那我作为小白的好朋友，我肯定是更加替他骄傲。和我一起为白子毅加油助力。3月9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白子毅的闪耀舞台。3月9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亚洲超星团总决赛，让我们一起为白子毅加油，期待他的闪耀舞台。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我们一起见证白子毅的闪耀舞台。3月9号，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白子毅闪耀舞台。3月9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一起见证白子毅的精彩舞台吧。3月9号的成团之夜，你将站在银河综艺馆的舞台上，希望你能够好好享受舞台，不给自己留遗憾，我会一直支持你的，白子毅一定会大放光彩，白老师加油哦。马上就要总决赛了，我想要对白子毅说，希望你争分夺秒，加倍努力，因为这样才能不辜负你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也不辜负别人对你的喜欢。那就祝你享受舞台不留遗憾，我们永远都支持你哦，加油加油加油。3月9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是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白子毅闪耀舞台。预祝3月9号澳门银河综艺馆亚洲超星团总决赛圆满成功，大家跟我一起锁定优酷国际版或者 TVB， 给他们加油吧，给小白加油。小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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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我是宣浩。我是冯俊兰。李晨曦。我是陈振宇。我是董杰翔。我是文叶晨。很开心收到陈良进入亚洲超星团总决赛的消息，这半年也看到了他每天努力的在练习舞蹈，然后也看到了他每一次公演的进步，同时呢每一次的公演的成绩以及顺位的成绩都特别的好，那么希望可以保持住，然后在总决赛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首先呢，恭喜陈良进入了总决赛，其次是希望大家和我一起为陈良加油助力。和我一起为陈良加油助力。和我一起为陈良加油助威。和我一起为陈良加油助力。我要来为我的好朋友陈良加油助力。很开心你还是在为你的梦想而努力。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陈良的关注与支持，
还记得我们以前南宝星球的时候，四个厨子总说一定要一起闯进决赛圈的。虽然事与愿违了，但是这一次你带着当初的约定，即将登上总决赛的舞台。咱就是说，咱们广东组也算是神气了一把，对不对？我已经开始期待一个帅气、努力且对舞台富有想法的新星即将在亚洲超星团诞生。之前在韩国一起比赛的时候，咱们也就是有一个组合名叫 Top Four 嘛。那这一次我觉得陈良很有希望去完成我们当时的一个小目标、小梦想。那希望陈良可以帮我们拿下 Top Four。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一起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和我一起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的总决赛，希望陈良可以拿出自己所有的魅力，在总决赛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加油加油，见证陈良闪耀舞台，见证陈良闪耀舞台，让我们一起见证陈良的闪耀舞台，一起来见证陈良闪耀舞台，让我们一起见证陈良的魅力舞台吧，加油陈良，希望你在这个节目中能够获取一个很好的成绩，加油，我们会一直支持你，欢庆。Hello， 哼哼，知道你参加了亚洲超星团，你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加油，我支持你。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宣仪。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轩。恭喜垫甲进入亚洲超星团总决赛喽！非常期待垫甲在总决赛的精彩表现，希望你能够加油哦。在这里恭喜郭垫甲进入亚超总决赛，三月九日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将迎来亚超总决赛的精彩舞台，希望郭垫甲在舞台上面能够好好的呈现自己。垫甲加油，垫甲出道吧，希望郭垫甲能够顺利出道。哇哦，原来你姓郭啊，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邵正能。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吴若曦。和我一起为黄一斌 Hugo 加油助力。三月九号，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 Hugo 闪耀舞台。三月九号，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 Hugo 闪耀舞台。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轩。大家好，我是江信熙的知心好友 ，Bugville 的 Guno 王俊豪。Hello， 大家好，我是 Name 刘洋晨曦。大家好，我是李佳佳。和我一起为江信熙加油助力。从我最开始认识到江信熙，到现在也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据我认识的江信熙呢，他永远都是最后一位离开练习室，也最努力练习的练习生。他到现在还是每天努力的增进自己的才艺。我来给江信熙打 call 啦！经过了大半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这最后的时刻，相信你一定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和我一起为江信熙加油助力。三月九号，他就要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迎接他的最后一场总决赛了。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一起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最后的闪耀舞台吧。三月九日，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 TVB 或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一起来期待江信熙的精彩表现吧。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样的支持他，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最好的一面，也希望他可以展现给大家自己最好的一面。一起给江信熙加油加油加油，一起见证江信熙的闪耀舞台吧。棒棒的王俊豪，再拜托大家咯，拜拜。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인서빈입니다네안녕하세요권두긴입니다 X Brown World 안녕하세요소드입니다네전소드에게규민류입니다 Hello 大家好，我是 Sky 的 Jenny 吴嫣奈。
네, 이번에 동빈이가 아시안 슈퍼영에 출연한다고 들었을 때 정말 대단하다고 생각이 들었는데요. 이번 파이널 무대에서 우리 동빈이가 꼭 데뷔를 했으면 좋겠습니다. 저희 친한 동빈이가 아시아 슈퍼영 프로그램 파이널에 진출을 하게 되었는데요. 그동안 동빈이의 무대를 보면서 너무 대견스럽고 그리고 또 멋있고 네, 3월 9일에 열리는 아시아 초성단 파이널에 우리 동빈이가 진출했다고 들었습니다. 축하합니다. 3일 가후에 그철 청다가 도도지시 감동반 레디가피우 짠아우정유가 네, 우리 동빈이 아주 열심히 연습했으니까요. 꼭 데뷔할 수 있도록 많은 관심과 사랑 부탁드립니다. 마카오에서 진행되는 아시아 슈퍼영 마지막 파이널 무대 많은 관심 부탁드리고요. 우리 동빈이 공식 홈페이지에서 많은 투표도 꼭 부탁드립니다. 감사합니다, 여러분. 안녕. 저는 동빈이가 꼭 데뷔를 했으면 좋겠습니다. 너무 착하고 열심히 하는 동생이니까 여러분들의 많은 관심, 투표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김동빈, 화이팅! 동빈이 데뷔하자! 데뷔하자. 둘, 셋, 화이팅! 3월 9일, 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的成团之夜，一起来看金东斌的闪亮舞台啦！ 同频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奕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振廷。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明昊。大家好，我是毕文俊。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星纯。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志阳。Hello， 大家好，我是九九唐九洲。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子涵。Hello， 大家好，我是 Nay。Hello， 大家好，我是 Koki 钟小琪。Hello， 大家好，我是 Aiden 朱生。首先恭喜李全哲能够顺利进入亚超总决赛。 你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期待你在3月9号的亚超总决赛中能够顺利出道。首先，祝贺全哲你进入总决赛了，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他的支持和帮助。希望大家在之后的路上可以继续支持他、帮助他，也希望在大家和你自己的努力下，这一次能够完成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听说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亚洲超星团决赛在即，在这里向队友的好兄弟李全哲说。 全力以赴，奋力向前。恭喜东北小仓鼠李全哲进入我们亚超的总决赛了。为好兄弟打call怎么能少得了我呢？咱们这次挺直腰板，充满自信，把私下准备的通通搬上舞台，相信你一定能行。恭喜全能 S 李全哲顺利进入亚洲超星团决赛，论炸场子那还得看你啊！期待你在亚洲超星团的精彩表现，相信你一定可以冲出重围，成功出道。马上就要到3月9日亚超总决赛了。 我来为全哲打call，我知道全哲一直在为梦想坚持，每一次的舞台都全力以赴，相信努力的你一定可以在总决赛上收获满意的成绩。请和我一起期待全哲在亚超总决赛之夜的表现吧，相信你一定可以呈现出最好的舞台。恭喜李全哲师哥顺利进入亚超总决赛，希望你一路稳扎稳打，尽情享受舞台的魅力。我们在这里为你打 call 啦！ 3月9日，请大家一起和我们期待他总决赛的精彩表现吧！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全哲的喜爱和关注。今天我拍这个影片呢，就是为我的兄弟李全哲去加油。他经过大半年的时间去参加亚洲超星团，我觉得他有这个勇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让我敬佩他的，因为他出道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还选择为了自己的梦想。 再一次作为一个参赛者去比赛，我觉得他这个勇气有感动到我，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3月9号能够全神贯注的看亚洲超星团的决赛，看李全哲怎样发光发亮。3月9号，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锁定优酷国际和 TVB 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期待我们全哲更多更精彩的舞台，加油！ 节目的结束并不是你的结束，而是你新的开始。加油！全哲加油！期待你总决赛的舞台哦！李全哲，亚超加油！全哲加油！全哲加油！全哲出道吧！李全哲加油！李全哲一定要出道啊！李全哲出道吧！全哲加油！全哲出道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为神秘的Henry黄冠亨。听说思域已经进入亚洲超星团的决赛了。 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助力吧，付出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决赛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尽情的享受舞台吧。
希望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能听你讲述在舞台上发生有趣的故事。3月9日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梁思玉闪耀舞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神 V 的队长坤乾坤。听说思玉已经进入了亚洲超星团的决赛啦，恭喜恭喜，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助力吧。相信思玉付出的努力一定都会有回报的，决赛一定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尽情的享受舞台吧。三月九日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梁思玉闪耀舞台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Zero Base One 的张浩，在这里我想为梁思玉加油助力，让我们一起期待思玉在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闪耀舞台的样子吧。思玉加油。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和我一起为梁思玉加油助力。3月9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梁思玉闪耀舞台。大家好，我们是李思源的父母。大家好，我们是大哥一家。大家好，我是二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宣浩。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特阿拉白公主。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源的朋友冯俊兰。李思源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和拼搏，终于闯进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作为父母为你感到自豪和高兴。我们要为我们的小叔林思源加油助力，助力和我一起为林思源加油助力。帅气可爱实力超群的小源在亚洲超星团取得良好的成绩，在这里恭喜林思源进入了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然后平时林思源也会给我分享自己在节目里的舞台和一些想法，那通过我们的交流我能感受到他对这一次舞台的热爱以及对出道的渴望。那我相信只要林思源继续稳定的发挥，一定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在这里呢，也希望林思源在总决赛的时候好好表现，然后带着我们曾经 top four 的小目标和梦想，然后去前进，和我一起为林思源加油助力。那么在这里呢，为思源打 call。我觉得我跟思源还是蛮有缘分的，因为从大学的舞蹈社团到 Boys Planet 甚至出舞台，我们都是同一组，非常的不可思议。我希望之后还能有再次合作的机会吧。然后感谢粉丝朋友们对思源的支持，让他成功晋级总决赛。虽然我没能跟思源、陈良你们一起进入亚超，但是我会在背后默默关注你们，支持你们，希望你们早日出道。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前进，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为林思源加油助力。林思源加油。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林思源闪耀舞台。小叔加油。三月九号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林思源闪耀舞台。来，我们一起，小叔加油，小叔加油，小袁加油。在三月九号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的总决赛上，我相信林思源一定可以展现自己所有的风采，然后拿下自己心中最想要的那个成绩和位置，加油加油。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林思源的闪耀舞台，和我一起为小袁加油吧。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让。我是李希，我是张胜熙，我是林展硕，我是戴晓东，我是沈博怀，我是丁子恩。和我一起为谭一天加油助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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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谭一天闪耀舞台。
三月九日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现场，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谭一天闪耀舞台。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谭一天的闪耀舞台。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谭一天的闪耀舞台。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谭一天闪耀舞台。小天加油，完成哥哥没有完成的梦想。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和我一起见证谭一天闪耀舞台。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夜，见证谭一天闪耀舞台。大家知我系叻叻。大家好，我系 Auto 陈俊安。大家好，我是黄宏泽。大家好，我系梁建辉。大家好，我系三哥苗侨伟。大家好，我系吴启华。大家好，我系吴卓羲。大家好，我系张兆辉。我为我好朋友文卓康打气，同我一齐为文卓康加油助力。和我一起为文卓康加油助力，快啲同我一起支持文卓康。在这里请大家同我一起为文卓康加油助力，同我一起为文卓康加油。我今次就是为了同文卓康打气加油的，我们一起为文卓康加油打气。这个超星团大家都知道，个个都是这么落力的。那究竟哪个要在3月9号银河综艺馆总决赛那里突出表现而赢得比赛呢？我就为他打气，大家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看他们的精彩表演。3月9号一定有精彩的演出，文卓康 Yes。 3月9号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文卓康闪耀舞台。3月9号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文卓康闪耀舞台。亚洲超星团要成团啦！3月9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又或者在 TVB， 又或者在优酷国际都可以看到这个盛事，都可以一起支持他们的。3月9日约定你不见不散，文卓康加油啊！3月9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一起见证文卓康闪耀舞台。3月9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文卓康闪耀舞台。3月9号呢，记得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文卓康闪耀的舞台。3月9号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是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一起见证文卓康闪耀舞台。大家好，我是红心。大家好，我是张丹峰，我是张浩莲的爸爸。大家好，我是蔡肖芬。大家好，我是张晋。大家好，我是陈法荣。大家好啊，我是虫虫姐姐陈虫玲。张浩莲你好，我是陈龙叔叔。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道陈道。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叶生。Hello 大家好，我是洪伟哲。大家好，我是胡春瑶。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明浩。Hello 大家好，我是 K 卡卡。大家好，我是刘淼。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代坤。大家好，我是李真宁。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者林超。Hello 大家好，我是苏迅伦。Hello 大家好，我是九九唐九昭。大家好，我是万子林。大家好，我是演员严安。Hello 我是姚池。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志浩。Hello 大家好，我是周逸轩。Hello 大家好，我是周英俊。很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张浩莲的支持，为他助力，让他能够去到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参加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有机会在怎么好怎么大的一个舞台上表演，可以在怎么多的观众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收获粉丝对他的肯定和喜欢。我知道他是非常的感激和感恩的，我作为他的妈妈更加替他骄傲。非常开心这次张浩莲能进入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
也非常感谢亚洲超星团各位导师对浩莲的照顾。浩莲从小就特别喜欢跳舞唱歌，我还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自己就利用课余的时间偷偷的去到外面练舞，从早上练到晚。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看他满头大汗，我都说你去干嘛去了，完了他就说啊，爸爸我喜欢跳舞。所以他就一直利用，在中学就一直利用课余的时间去追逐他自己的梦想。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浩莲在追逐自己的梦想的路上，他是坚定的，他是愿意付出汗水跟努力去完成自己的梦想的。所以3月9号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上，我希望他可以尽情的展现自己，尽情的发挥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希望在亚洲超星团给大家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也希望浩莲未来的精彩属于你，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努力加油。我今天是为了张浩莲来打 call 的，我知道他会在3月9号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里面，在这个舞台上好好表现自己。他已经很努力的，每一次都有很多不一样很出色的一些表现在舞台里面，我觉得他跟我在台下见他很不一样，好像发光的感觉。今天我要在这里为张浩莲呐喊助威，经过了大半年的努力，浩莲你终于闯入了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恭喜你。你的舞台上的每一次闪耀，每一次光芒，都离不开你在舞台下每一滴汗水。为了自己的梦想，相信我，汗水不会白流。和我一起为张浩莲加油。我在这里要帮浩莲，张浩莲助力。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和拼搏，张浩莲终于成功闯进了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我和大家一样，都替他高兴，替他自豪。他一直很努力，一直在进步，但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轻易满足，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在这边，我要为我的好兄弟、好朋友张浩莲打 call， 一起为我的好朋友张浩莲加油助力吧！和我一起为张浩莲加油助力！我要为我的好朋友张浩莲打 call。听说浩莲已经进入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了，期待你有一个精彩的舞台。我的好朋友张浩莲，莲子，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终于要登上亚洲超星团总决赛的舞台了，我特别为他感到自豪，也替他开心。我要为我的好朋友张浩莲打 call。 很高兴你们一直以来对张浩莲的支持，让他能够走到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让他站上更大的舞台，为成千上万的人去展示他的一个才华。和我一起为张浩莲加油助力。和我一起为张浩莲加油助力。今天让我们一起为我的好朋友张浩莲加油打 call。恭喜我的好朋友浩莲闯入亚洲超星团总决赛了，真的替他感到高兴，也替他感到骄傲。我的好兄弟张浩莲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拼搏，终于成功的闯进了亚洲超星团总决赛。我要为我的好朋友张浩莲打 call。 为梦想努力坚持的你，每一次舞台都全力以赴。今天我要为我的好朋友张浩莲打 call。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拼搏，他终于闯进了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首先呢，恭喜我的好兄弟张浩莲进入到了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浩莲在每一次的训练还有公演的舞台上都是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恭喜张浩莲进入总决赛，张浩莲放松心态，你一定可以的。恭喜我的好朋友张浩莲一举闯进了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这个小子就是属于闷声干大事的类型，所以大家一定要投资他，是个潜力股，好不好？马上就要走进这个总决赛了，我想对你张浩莲说，你要争分夺秒，加倍的努力，才能不辜负自己的梦想，也不会辜负别人对你的喜欢哦。祝你享受舞台，不要留遗憾，我们永远支持你。3月9号在中国澳门银河综合馆的总决赛上，爸爸会为你去打气，张浩莲加油。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跟我收看 TVB 还有优酷国际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我们一起为张浩莲打 call。 张浩莲加油。我也希望大家和我一起3月9日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见证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浩莲加油。
3月9号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浩年闪耀舞台。浩年，你要争分夺秒，加倍努力，才能不辜负自己的梦想，也不辜负别人对你的喜爱。享受这个舞台不容一下，我们永远支持你哦。当他告诉我他可以进入到亚洲超星团总决赛的时候，他好开心，好兴奋，好紧张，但更多的呢，他是很感恩得到大家对他的支持，他才有这样的机会去到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那里，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呢，去展现他自己的能力才华。那我在这里呢，也有句说话想跟浩廉说，俾心机，不要辜负自己的梦想，不要辜负你妈妈对你的期望，更加要的呢，就是要享受舞台，继续冲刺，我们会在这里支持你的。我特别期待在3月9号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的总决赛，相信这一次他将超越自我，完美诠释。请大家和我一起为张浩廉加油。我知道你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坚持，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所以3月9号你将用你最好的表现力来回馈你的粉丝，给坚持不懈的自己一份其中答卷。我会一直支持你，也请大家和我一起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版，收看亚洲超星团的成团之夜，见证张浩廉的闪耀时刻吧。3月9号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和 TVB 还有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的成团之夜，见证张浩廉的闪耀舞台吧。 Come on， 3月9号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看张浩廉闪耀舞台。我知道你一直都在为梦想坚持，每一次舞台都全力以赴。3月9号的总决赛，你将站在银河综艺馆，用最好的表现回馈粉丝，也是给自己这么多年坚持不懈的一个期中答卷。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会一直支持你，也请大家和我一起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张浩廉闪耀舞台。加油，一定要出道哦。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替他加油，所以我这次特别期待3月9号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的总决赛舞台，希望他这次能够在舞台上尽情地绽放自己，完美地诠释自己的表演。张浩廉你可以，让我们一起为张浩廉加油，张浩廉加油。我知道你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坚持，每一次舞台都全力以赴。3月9号的总决赛，你将站在银河综艺馆，用最好的表现来回馈你的粉丝，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会一直支持你，也请大家和我一起锁定 TVB 和银河国际，一起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张浩廉的闪耀舞台吧。作为浩廉的好兄弟呢，我想对浩廉说，你要加倍努力才能不辜负自己，好好享受舞台，享受表演，加油。3月9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张浩廉闪耀舞台。3月9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张浩廉的闪耀舞台。他即将在3月9号的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呢，开启他的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希望他在成团夜上面可以取得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然后回到北京我们就可以一起吃个饭，加油浩廉。希望你能在总决赛上取得好成绩，诠释完美，超越自我，浩廉加油哦！期待他能迈开脚步勇往直前，期待3月9号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的总决赛，这次他也一定会完美的征服舞台，每一天都会成为比昨天更好的自己，和我一起为张浩廉加油。3月9号总决赛，你将站在银河综艺馆，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会一直支持你，期待你的表现哦，也请大家和我一起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张浩廉闪耀舞台。让我们一起为张浩廉加油打气。3月9号总决赛，希望浩廉能够全力以赴，不辜负粉丝对他的期望。还请大家能和我一起锁定 TVB 还有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的成团之夜，为张浩廉打 call。 张浩廉加油，跟我一起期待3月9号的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或者你可以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我们一起支持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S Cool 的小乔。我是博瑞 Benny。我是湖南电视台小戏骨导演方渊。我是苏运莹。这里是东东滴滴们 cash。 我是万 life。 我是一名街舞老师，我的名字叫张东 AK Potato。 我是 Locking Do。 Hello everybody, it's Pilot from France。 我是韩宇。我是来自 MMEY 的队长，也是 MME 街舞全国连锁品牌的主理人 Crazy 蛋鸭子老师。我是街舞舞者谢文科。我是 Boris。和我一起为赵天一天天加油助力，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赵天一天天闪耀舞台，加油。一起为天天加油助力，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合馆，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天天的闪耀舞台，天天加油。我要为我的学生好弟弟赵天翼打 call。 我知道啊，你一直在坚持梦想，每一次舞台都全力以赴，接下来你将站在银河综艺馆，用最好的表现回馈粉丝，也是给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不懈一份终期答卷。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会一直支持你，也请大家和我一起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赵天翼的闪耀舞台。赵天翼进入总决赛了，非常的恭喜他，希望他在这个比赛中能有好的成绩，然后能有好的成长，加油哦。让我们一起为赵天翼 Sky 加油助力，在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的国际版，让我们大家一起期待亚洲超星团的成团之夜，也让我们一起见证 Sky 赵天翼的闪耀舞台。和我一起为赵天翼加油助力，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或者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赵天翼的闪耀舞台。 Peace out。 今天我要为我的好徒弟，也是我的一个好弟弟赵天翼打 call。 我知道你一直在为梦想坚持，每一次舞台都在全力以赴，三月九号总决赛，你将站在银河综艺馆，用最好的表现回馈喜欢你、热爱你、支持你的粉丝，也是给自己这么多年坚持不懈的一份终期答卷。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会一直支持你，也请大家和我一起锁定 TVB 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赵天翼 AK Sky 闪耀舞台，加油。和我一起为赵天翼加油助力，三月九日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锁定 TVB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赵天翼闪耀舞台。I hope everybody can support Sky on March 9, Asia Super Young, okay? I'm looking to see Sky's show. Let's go! 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天天的支持，为他助力，能够让他去到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参加亚洲超星团的总决赛，有机会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收获粉丝对他的肯定跟喜欢。我知道他非常感动和感恩，我作为他的哥哥更加替他感到骄傲。马上总决赛了，我想对天天说，你要争分夺秒，加倍努力，才能不辜负自己的梦想，也不辜负大家对你的喜爱。祝你享受舞台，不留遗憾，我们永远支持你。和我一起为赵天翼加油助力，一起为他打气。
三月九号，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获得锁定 TVP 和优酷国际，收看亚洲超星团成团之夜，见证赵天翼闪耀舞台。我的好学生赵天翼闯进了我们亚洲超星团总决赛，每一次的公演都让我和我们所有的观众留下深刻的记忆。我跟你们一样，为他的每一次的进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三月九号，中国澳门的总决赛，我相信他已经准备好了，带着100%的信心信念，在总决赛超级发挥。祝我们总决赛圆满成功，也预祝赵天翼能够得到他的超级星星的梦想，加油！我的朋友天天参加 Asian Super Dance 马上要总决赛了，所以大家请给他加油，支持他，加油天天！